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要继续玩怪盗大冒险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来挑战的是九头蛇。没想到居然在这几集玩完之后，就居然找到九头蛇。它居然是躲在这个那种胃，那个叫什么胃球状的那个房子里，有没有看到？这看起来就很不科学的地形，然后又很不科学的地方。然后九头蛇就在里面，然后我们要打倒九头蛇。OK， 走，我们来打九头蛇。Hello， 可是你没有九个头，你只有三个头哎。你不科学哦，你骗人！就找不到，找不到，哎，找不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找不到？为什么你会反射？哦哦哦，连续喷火了，奇怪，为什么打不到 ？OK 了，要打头吗？啊，打正面不行，要打侧边是不是？好。哎，生命降低了，为什么？哦，头有一千血，啊！打掉身体好了。他这边是不是有宝物啊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哇，谁会喷火哎、欸？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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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喷到我，你都不会喷哎、欸，喷对地方。嘿，爆掉了。一直在冒烟。嗯，真的爆掉了、欸。他明明叫九头蛇。血族成就。跟 Naga 战利品。可是我们没有拿到，我们没有拿到牛头王的。我们没有拿到牛头王的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没有拿到牛头王。炙热的血液。这是什么？附魔书。这可以喝吗？不行。我们没有拿到牛头王的。奖杯，我们没有拿到他的奖杯。然后听说要进那个黑暗森林啊，我们直接去好了。然后我们刚好莫名其妙拿到一罐，这可能就是放在那个什么一样，在那个牛头王的箱子里面。结果我们没有去注意到，然后我们就全部收下来的吧。其实我不知道这一罐是哪来的，这不是我做的，莫名其妙。嗯，开走吧。诶，在哪里啊？那个叫什么？这里。Boss 四，不行，不能传送。等一下哦，简直太奇怪了。Let's go to Boss 四，Go， 哦，来了。目前没有中效果，防护罩。听说，如果说就是你要开启它的话，必须要摆在那个什么，那个在那个什么。入口处的台子即可开启要塞的门。入口处的台，什么东西啊？对我丢东西。迷雾狼，走开！嗷嗷嗷！入口处，入口在哪里？他说入口有东西可以让我摆，摆那个什么，摆那个王的东西，你就可以进去了。好好好，是，不可能，好痛哦！这个剧毒效果太久了吧？我刚好有牛奶，丢掉，是这个吧？是那个对不对？他说把两个王的，嗷，这个吧，对不对？我铲子，好，摆两个上去，认两个，那就 Naga 跟九头蛇喽。对啊，进不去啊！还是进不去啊！他还是被防护罩。不行，怎么办？还是进不去哎、欸。
不行，无法破坏。所以它的大门到底是哪一个？不是就是这里的吗？还是我们要自己飞上去啊？其实它的大门在上面，而不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哦，高塔幽灵。嗷！可以攻击它吗？高塔幽灵，哎，可是这里其实根本都被破坏掉了啊。我可以直接飞进来。这里有一个箱子，有箱子也没用，我们没办法把它打开啊。消失的方块，是我们打错顺序了，对不对？这里不是第四个，对不对？这里的那个什么那个模样看起来不像，这里应该有点像是，可是这里看起来就像是 boss 的地方啊，怎么看都像 boss 的地方啊。What？ 幽灵欸，可是他还是有防护罩啊。但是本身王没有防护罩，好烫啊，好恶心的幽灵哦。等一下，你不要跑，你过来一点。哇塞！Oh no！ 我没有牛奶了，叫他过来一点，因为我怕东西会掉出去。也太痛了吧！这是酸雨吗？我们先回去好了。哦，原来是下雨。Yes， 是下雨。OK， 下雨。原来一切都是下雨。好，没有关系。好吧，我刚刚那一集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脑什么。天哪！好，那我决定我还是要再来去一次那个黑暗森林，然后不要再蠢死了。对，然后我再去看一下那个黑暗森林到底有什么就是奇妙之处好了。这里，对，我觉得这边应该还有东西，我个人觉得这里应该还有东西，然后我要砸下我这一个莫名其妙来的药水。可是为什么？可是目前没有变暗，欸，就是这个啊，隐藏的战利品宝，隐藏的战利品宝座哦，台子，保护屏障，战利品宝座，该不会是要把它给放上去吧？九头蛇啊，还我！开起来了，果然有东西，果然这里有东西。这里是一个地下迷宫吗？又是一个迷宫，我稍微看一下好了。哇哦，然后这里不已经不会再有黑暗效果了，所以现在只要告诉我这又是迷宫吗？隐藏的战利品宝座，原来就是这样用的。哦，前面是什么地方啊？幻影幽灵，欸，那是 boss 吗？怎么看都像 boss 啊！走开，走开，快快快！你就是 boss 了吧？死掉了！倒！哦，天哪，还没死，还没死！什么声音？除了下雨，我几乎没有听到什么。这是坟墓吗？所以
这哎、欸，真的是小坟墓哎，小小的那一种。这有什么都是根基呢？太可怜了。OK， 这边有一个，他们拿锄头干嘛？好，我们再继续找。这应该是那种类似那种小 boss 的房间的。哇塞，这个故事到底还有多长啊？这么长的故事。走。所以那个算是 boss 吗？我刚刚去的这个地方，它算是 boss 吗？好像不太算哦。对啊，感觉不太算。走吧。这里应该有一个真正的 boss， 我们只是要花时间找。呵呵，又要开始找了。但至少我们看一下这附近的东西好了，就是看看这边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之类的。这边看起来就是他们会就是来用餐的地方。天啊，你们在这里吃饭？这里是你们的练习场吧？类似那种练功用的。诶？嗯？怎么这么深？哇塞，这地图乱的可以耶！往上，我不要往上。你们应该都只会在这边盖东西吧？好处是这边没有鸡眼啦，没有东西，没有怪物。哎，箱子，铁树剑还附魔过，很厉害。但我的最终剑比你强，暂时不需要你。这个瓷砖楼梯摆在这里怪怪的。啊！什么？居然会骗人？把这个瓷砖都丢上去，居然会骗人欸！欸，我可以把这里敲掉，可以。怎么好像挖不到隔壁的房间？挖不到哎、欸，奇怪，是往上吧？哎、欸，我刚好去过，好吧，我来继续搜寻一下这附近有什么特别的，因为这边好像暂时都只是这样子。那王在哪里？我觉得更难找、欸，因为王感觉就是在那种很诡异的地方，这边没有东西。OK， 那我就先暂时自己找找看有什么好消息，我们就直接切到下一个画面吧。OK， 好，又回来了。我还没有找到东西，不过我找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。你们看，我地图的右边那一个森林中间的那一个土地，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圆形空球体？对不对？很像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那边也怪怪的。好奇怪哦，对不对？好像这个世界总是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跟事情。我们下一次去那个空球体稍微看一下好了，简直是莫名其妙。又是铁树剑，没关系，我不需要铁树剑，但我需要你。你这样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继续搜寻好了。好的，我们回来了，然后我们又再次发现了。一个又是 boss 的地方，对，他应该幻影骑士，我想应该就是 boss 了。然后我现在被卡住，先把他们都打倒。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boss 了，没有其他人，幽灵。可是听说打倒他之后他会掉装，必须得到他的装备。嘿，嘿，嘿，走开。All right。他就是 boss 了。哦，掉了，这是他的骑士剑，对有护甲的目标造成额外伤害，感觉还不赖。对，他应该他被我们攻击过，这样算是第二次了吧。然后听说他会掉箱子，可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箱子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没有，我是没有看到箱子的。他是幽灵骑士的第二位，欸、没有箱，没有东西。那我想这附近应该也没有东西吧？我是觉得应该是也没有了啦，因为是从下面往上钻上来的。那是什么？
是哥布林，走开，移动速度超快，然后我快饿死了，因为我一直飞，我其实已经飞很久很久了，一直不断的飞，就是为了找到一些好地方。嗯 ，Let's go！ 哇，矿山还不赖，什么东西都有吗？有钻石哎、欸，我们不用急着要钻石，钻石对我们来讲太好挖了，我们还是先赶快，箱子装。钢叶剑，装甲鳞片。钢叶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进去，我也不知道好吧，不是不好。反正我们已经打倒幽灵了。我不现在可不可以去那个什么，去打第四个那个黑那个黑黑的那个类似血城的那个城堡啊？不知道，我们去看好了。四号，啊，可以，他还是有防护罩啊，奇怪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他还是有防护罩哎、欸、，why？ 我看一下，队友护甲的目标造成额外伤害，所以是，完全不行，我们到底要怎样才可以进来这里？我们按还是我们顺序打错了？我们暗黑王，幽灵王打死了，那嘎也打死了，可是那个幽灵王感觉很不真实，那真的是幽灵王吗？好吧，这个嘛，那个嘛，我也难说哎、欸，因为我其实我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。天啊！那我们怎么办？这里超多狗狗的。可是我们要找到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到底要去打什么。我这边上面的顺序上面是写说要打那个哥布林的骑士幽灵，将幽灵打败后会出现有宝物的箱子，拿到幽灵骑士的装备后就可以进入暗黑之塔。你不是暗黑之塔吗？不然你是什么？暗黑之塔，拿到骑士的装备之后就可以进暗黑之塔。可是你不是暗黑之塔，不然你是什么？骑士的装备，这不是骑士的装备吗？这是骑士剑，是那个第二，就是那个幽灵电剑士掉的骑士剑，应该是了吧？奇怪，好吧，我再来去找看有没有其他的那个幽灵洞窟好了。稍等，好的，我们最后回来了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暂时还不能去那座塔，因为感觉上我们好像打错顺序了，就是那个 boss 的怪物好像不是这样子打的，就是可能少打了某一只吧。我觉得那个哥布林也不是那个哥布林啊，就是那个我们打的那两只怪物好像也不是哥布林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必须要去哪里找到真正的哥布林呢？可是哥布林不就是在这个暗黑森林里吗？奇怪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之后再来找找看好了，因为我们暂时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进不去那座塔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有没有办法攻略啊？拜拜。